下面我们学习少林八段锦。这个八段锦啊，在社会上它流传的比较广泛，在中国可以说是宋朝时期已经在当时的中国全部的流传开来了，以至于这个咱们这个民间啊认为八段锦是源于我们中国民间。实际上呢，这样呢，这句话也不错，它的确是源自于中国民间，但是无论啥，它都要有一个发源地，都要有一个根源。那这个八段锦它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由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这个八段锦呢？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啊，这个佛教它传入中国以后，又有一个独特的这个禅宗功夫在中国产生。中国产生了禅，它禅的发源地是在哪？就是在我们河南嵩山少林寺，西天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祖师航海由印度来到中国，他这个修习佛教的法门主要是以参禅领悟为目的。参禅不是一般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当时达摩祖师啊，为了这个教导所有的群众都能够接受这个禅宗修持方法，就让他举行了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禅禅打坐。由于我们人他是需要运动的，需要活动的，如果你要是每天在这里静下来坐，会容易发生身体困倦、四肢无力、精神昏沉、分泌不振。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啊，少林寺的这个僧人就在这个坐一段时间以后，开始起来活动活动周身的筋骨。当时啊也没有什么武术，就是随便的简单的活动活动，以接触自己的身体的疲乏。那这由此而开始慢慢产生学习当时山下边的那些鸟兽的动作，像那河呀，或者是兽、龙、蛇、河、虎、豹，以及当地山下的那些农民他干活的那些动作，这个少林寺师生啊就把这些动作都吸收过来，用于自己的身体锻炼。久而久之，他这样就形成了少林拳。那这个八段锦呢，顾名思义，它是由八个动作组成。这八段锦慢慢的以后发展，又有这个十段功和床上十段功之说。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叫做床上，这是为了适合我们大家都能够接受，实际上是坐禅，禅床十段功。再接着以后呢，发展为有易筋经十二个动作，再往后发展有罗汉十八手，是十八个动作。有时又产生了少林罗汉拳，36个动作。当然现在我们把这个老式的少林罗汉拳36个动作称作为少林小罗汉，以后慢慢的又繁衍开了大罗汉二路、三路一直到六路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武术系统。所以就是说八段锦源于中国没错，它的根源就在我们河南嵩山少林寺，易筋经也是我们
少林寺传播开来了。当然现在社会上好多人都一直的公开承认这个易筋经是少林寺的，对于这个八段锦有点迷惑了。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简单的说明。下面呢我都先把这个少林八段锦这个强身健体功法给大家先完整的演练一遍，然后我们大家再共同学习，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身体健康素质。
下面我们进行少林八段锦的演练和讲解。为了方便大家学习，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八段锦它的功效。八段锦首先它是一个健身的功法，它适合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身体锻炼，它既是一套强身健体的功法，又是一套有利于调节身体内五脏六腑的一套功法。所以在很早很早以前，有历史记载的应该是从宋朝时期，都已经在整个的中国大地以及日本朝鲜这些地方风靡开来。因为任何一个人练习八段锦都能够收到相应的功效，小至六七岁的学童可以开发他的智慧啊，培养他的从小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中年人青年人可以解决在他工作之余紧张疲乏的心情，对于老年人那简直是功效太大了。因为这个最重要的还是老年人喜欢他的比较多，他练起来要求柔缓舒畅顺溜，整个动作练起来如同行云流水一般顺畅，要求意气相连，动作一气呵成，它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练，一个动作做八次是八个动作。那么你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一次学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做八遍，也可以把这八个动作一次做下来，根据你的时间可以进行灵活运用、灵活掌握、灵活学习。即使这八个动作你全部做下来才做64遍，而不占用时间，你要是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也可以单独的抽出来几个动作进行重复练习，会一样起到强身健体的效果，而且这个效果非常明显非常惊人。即使是在现代社会21世纪，我们的中国国家也在提倡这个三套功法向全世界人民推广，有八段锦、易筋经、五气息，其中这三套功法有两套都是我们少林寺传播出去的。所以我说朋友，来吧，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一个好本钱，我们就要学习正当的身体锻炼方法，不要学习歪门邪道，不要相信邪教，进行正确的身体锻炼。下面我们进行八段锦第一个动作的演练和讲解。由一开始先来自然站立之势，变为两手齐掌举起，缓缓托起，如同托起一面太阳，举过头顶，聚于百会，落在胸前，稳稳地出一口气，其调整自己的身心五脏六腑，首先让它给稳定下来，先稳定下来以后，你的身心才能很好的静下心来练好八段锦。
第一个动作，合掌之势，站立，五，平视前方。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七掌聚气。下面给大家做一下七掌举起的侧面动作。好，下面我们进行八段锦第一式，双手托天离三角，由现在的合掌当胸之势变为两手自然放在腰间，之后左右手交叉放在胸前，向上托起，举过自己的头顶，举八次，一落下来，落在自己的头顶百会穴处，用力要缓，要用意，意念想象，色底上颚，目平视前方。二，这个时候想象着往上拖的时候，把自己内脏里边的气全部拖出来，举于青天之外。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双手托天离三角。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双手托天离三角的侧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左右拉弓如射雕的演练和讲解。右脚向右方跨一步之后，呈马步蹲下来，右手先向右侧，之后绕前方半周拉，左手胸右手背内侧向左侧穿出去，同时变成右弓步，如同回头射箭。接着再转回来，左手向右方走半周，右手穷左手背内拆，向右拆穿出去，如同回头射箭。当然，这每一个动作都是应该做八次。为了方便大家学习，节省大家的时间，我们把这动作改为一个做成十次。
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把左右拉弓如射雕和大家一块完整地演练一遍。把左右拉弓如射雕的侧面动作为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八段锦第三式，调理脾胃需胆聚，由现代的自然站立之势变为左右手脚弥陀印，变为右手向上举过自己的头顶托起，左手放在自己的身后来回交叉。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把调理脾胃虚胆聚完整的演练一遍。去单局的侧面动作演练一遍。下面我们把五老七伤向后翘为大家完整的讲解和演练一遍，由现代的自然站立之势变为右脚向右跨一步，同时两手向右拆先轮摆举过自己的头顶落下来，右手放在左大腿处，左手放在右大腿处，拇平视后下方，伸向左转扭腰，再接着翻回来落回来，同时做下一个动作，这动作要流畅连贯。这时候伸向右转，左手扶着自己的右大腿，右手扶住自己的左大腿，扭腰头向右后下方平视，要缓缓的吸气，缓缓的呼吸，再落下来。
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来把五老七丧向后瞧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一块把五老七丧向后瞧侧面动作为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为了方便大家这个学习看得比较清楚，我们再把这个背面动作给大家详细的交代清楚做一遍。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第五式转拳怒目争气力，由现在的自然站立之势变为右脚向右跨一步落下来成马步，双拳抱于腰间，先从右拳要缓缓的用力用力次要的用气，在从左拳收回右拳的时候，右拳先伸变掌抓一把气，左拳由右手背内拆滚出滚入拧出去，收左拳出右拳的时候依然同样伸手抓一把气，右手右左手背内拆冲出去，缓缓用意用力，吸气出气。好，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把转拳怒目争气力完整的演练一遍。我们大家把侧面动作再为大家做一遍。下面我们
进行下一个动作。第六式，背后起点，足并挑，由现在的自然站立姿势变为两手交叉放在自己的腰后腰带处，向下压，同时双脚脚后跟离地，这个时候要吸气啊，吸气，向上吸气，两手尽量的向下压，向下推，接着双脚后跟落地，双手一同时向上提，收回腰间，呼气，点关着，希望大家都能够消除病痛之苦，咱们一起来做背后起点足并挑。起来做背后起点足并挑，侧面动作，我们一起来做背后起点足并挑的背面动作。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第七式，摇头摆尾去心火，由现在的自然站立姿势变为右脚向右跨一步，同时左右手放在自己的膝盖前上方，头先由右方转动，同时以转动臀部左上下左右摆动，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摇头摆尾去幸福。我们把摇头摆尾去心火的侧面动作和大家一块来完整的演练一遍。Thank you.
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第八式，双手盘膝，鼓伸腰，由现在的自然站立姿势变为两手缓缓地举过头顶，十指交叉之后落下来，往下放。这个动作呢，有些年龄大的人或者是不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人，你可以改变一下，只要起到强身健体的效果都可以。你像一般的，你这样坐不下来，啊，不一定双手都能够同时按落地。那你可以一开始缓缓的先落下来，做到这种程度，再进一步练习的时间长了。再向下着，着第二步。再接着呢，如果你练习，再练习一段时间，练习时间长了，可以慢慢的着地。如果平常没有进行体育锻炼的同志，你练习这个动作，要一直落到地下，大概也需要两个来月的时间。还有一种办法，双手盘膝鼓伸腰，你落下来。一开始可以先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来回活动，把这个腰来回活动，活动了之后，双手按住自己的膝盖，双手盘膝嘛，啊，这个样，这个呢，头尽量向上抬，向前看，舌底上颚，着深呼深吸，搁这静静的。轻上半分钟到一分钟，来这样晃动，之后收拾。好，我们一块把双手盘膝鼓伸腰完整的演练一遍。双手扶住自己的膝盖，这时候两个腿要尽量蹬直，身向前探，舌底上颚，深呼深入气，目平视前方。下面我们把双手盘膝鼓伸腰的侧面动作为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我们进行最后一个动作，收拾。无论是练习什么样的功法，要有起势，还要有收拾。如果没有收拾，不能很好的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气啊给调整好。这个最后收拾，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气息给调整归位，重新恢复到自然状态。双手缓缓地举起，如同托起一个巨大的气球，举过自己的头顶之后，这个时候把这个气球
化作一股之气，贯穿于自己的身心，遍满全身，啊，合掌当胸，一手丹田，嗯，挺直前方。我们大家一块把手势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我们大家一块把手势一气还原，侧面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